今天来吃一份泰国海鲜自助餐，看一下花1300泰铢能不能把它吃回本。这家店有40多种海鲜可以点，有牛奶膏蟹、小青龙，还有泰式小龙虾，还有兰花蟹，基本上海鲜都是现场烤然后现场吃的。它店里的环境还是很不错的，话不多说，赶紧点菜。先来吃一个梅南河虾，满满的都是黄，这一勺真的是又黄又鲜，然后它这个虾肉也是很饱满，先把它搅出来看一下它这个泰国酸辣酱，芝士焗龙虾，趁它还热乎赶紧来吃。嗯，哦，差不多说，再来一口，鲜红鲜红的，芝士搭配着龙虾的鲜美，这样一起吃真的是口感太绝了。